跟正身。哎，这是他的标志，这是各位，你告诉我的名字，你告诉我的名字，你的名字是什么呢？我是出家在地鬼呢，我是出家在地鬼呢，我是出家在地鬼呢。我就是这里啊，我有的观点，你不要看不起别人。没有，我们没有看不起、啊。你不要选出来的了。好，知道，我们没有看不起、啊。那其他人，先生，请你注意你讲话态度。我讲话态度就是这样。啊。我不在你。确定我们是依法拦查，取缔酒驾路线，没有针对任何人。嗯。好、哦，是依法拦查。然后他就态度非常的差，非常差，还一直骂。就有骂到就是家人的部分，让我感觉非常不受尊重。执法人员好，依法执行勤务，维护民众安全，为什么要受他这种公然侮辱呢？嗯，那这算现在你有准备要向他提告的部分吗？我要对那个邱先生，那个提出公然侮辱之诉。